这个公园是位于兰里小机场附近的一个运动公园。公园旁边是一所 high school。大家看过蓝色的 PV 跑道吗？我还是第一次遇见的。这里以前常常过来，它的 PV 跑道跟一般的运动场一样，都是红色的。那突然间整个整修蓝色跑道，所以非常特别，看起来精神都来了。这个就是原来正常的红色跑道。运动场里时常举办各项不同运动的比赛，所以这边每到一个运动季节，整个场地非常的忙碌，有时还进不来。整体的运动设备也相当的完善。前面这个就是观景台。开始过后面的停车场，所以旁边的运动场应该是可以共用的，对学校来说很方便。看完蓝色优雅的 PV 跑道，也运动结束，现在带着愉悦的心情准备回家。